走。喷子喷子兵，我的妈呀，你们三姐对攻，哎，我给你找个防御装备。每次来这个房间都有枪，赶紧搜。哇，果然有枪 ，AK。哎，果然钓到一条大鱼。哇，有人。哇，这小子这么厉害，你敢过来我就一枪淘汰你。还敢打我？哇，这个位置也不好打。兄弟，我们不打了，出来组队吧。组队？不可能，组队是非法的。不行，我得把他骗过来，这么远我打不了。兄弟，你别管这么多了，过来我们两个组队吃鸡。算了，还是跟他组队吧。组队不会被人举报吧？这游戏组队的人很多，不止我们两个。好吧，那我们去哪里？去那边，我看见那边有两个人，你拿步枪，你走前面。这回看你死不死。螳螂捕蝉，你跑的地方是吧？后面还有一句黄雀在后。哇，果然有枪 AK。哇，果然有枪 AK。可以。哎，果然钓到一条大鱼。好的。炮，开枪，开里，趁热快枪。哦，果然钓到一条大鱼。冲出来！叫。哇，有人！来，冲点水。每次来这个房间都有枪，赶紧搜。等。推这边，再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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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今天中午。
锤锤。哇，这小子这么厉害。